12月10号晚，亲戚的爸爸蔡国庆老师在快乐大本营上表演了一段宠爱。当晚蔡国庆老师也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萌娃庆庆唱宠爱的可爱视频。我好像对你宠爱，这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一边玩玩具一边唱歌，我们的艺术家庆庆也是666。12月1号早晨，无敌庆庆再发糖，送上了粉丝福利，为大家演唱 BINGO。穿着秋裤站在床上唱歌的小小菜，真是最接地气的艺术家。虽然纯英文歌对我们的亲戚难度有些大，但最后的鞠躬，叔叔阿姨们彻底被萌化。谢谢。芒果捞新闻，剪了新发型的亲戚又可爱了。报道。